個人經驗和喜歡看的書，九歲第一次寫一隻琴的歌，跟住15歲第一次寫流行曲。以前我會比較喜歡寫詞，但是現在越來越喜歡寫，因為喜歡玩樂器，越來越喜歡寫曲。小個開始學琴啦，唱歌，咁大個自己學吉他，同埋而家學緊鼓，咁 bass 都玩過下。其實好多隻貓，有幾多隻呢？媽咪屋企有5隻，因為佢中意收養。咁咁啱我自己屋企就收養咗一隻最近。你只貓貓叫咩名啊？叫做 Aki， 日文秋天咁噶，因為我哋秋天捉咗佢。做乜捉佢？領養咗佢。虐待小動物同埋冇原因嘅歧視，我會想寫小說講成長啊、青春嗰啲，我會中意寫村上春樹嗰類型，可以出碟，因為準備咗好耐，好用心寫咗10隻歌。